家好，我是艾瑞克，我是猴三雷队长，我是欧巴，我又回来了。萌学园六第六季终于开始了，见智如见高。新的角色目前好像有跟室友马宝跟阿肯，魔朵他在里面是一个非常爱漂亮的，非常无时不刻在补妆，我们都熟，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氛围。就是呢，我们这一次导演是郎姐，哇，这真的是非常厉害。大家好，我是郎祖筠。在萌学园第六季的时候加入这一个大家庭，觉得很奇妙，因为青春洋溢啊，在录影的现场的时候也经常都笑声不断。其实没有颜色的这个看起来，你觉得他像什么呢？对，他就是有名的马粪孩，不要小看他的名字，他最好吃。那就我们一起来萌一下吧。